好啊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我 channel， 我系思锋啊。咁咧真系好耐冇见大家啦。咁因为其实真系中间就冇乜嘢好抽啊，所以我冇专登走去拍呢个抽蛋片。咁啊，上一只系一个黑暗魔法师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应该有玩佢个外传故事啊，所以我唔系太中意呢个角色。佢令到阿小公主咁伤心，系咪先？咁今日翻嚟咧，大家都见到啊，成个画面咧都转咗做呢个圣诞嘅气氛啊，系啦，因为咧圣诞节就过咗噶啦，其实。咁佢喺今日咧就更新咗一个新嘅英雄啦，咁系一个叫做圣诞老人嘅助手啊，系啊，小帮手啊，叫露啊。咁就咁睇佢嗰个人物嘅 design 咧，就似系一只鹿啊，即系似圣诞老人嗰只拉住鹿车嘅鹿啦。咁究竟你睇佢鹿角，究竟 design 角色嘅人究竟出现咗啲咩事咧？俾一把枪一只鹿咧，佢就变成一只咁强嘅角色啦。睇落去好似系咪先？你睇佢个样几有霸气，佢手上拎住嘅嗰把武器仲叫做终结者添啊 ，Terminator。哇！成件事就好奇怪啊，变得咁但系咧个角色嗰个造型咧，我真系好中意，系啦，系一个成熟嘅大姐姐啊，咁啊，仲要系金发嘅添，一睇落去咧就觉得好正啦。咁望一望佢个能力先啦，就咁睇嘅话咧系揸枪嘅吓，咁啊土属性嘅一个角色啊，咁同我哋平时用开个土工可能会有少少跌咗啦，不过我相信应该系两回事嚟噶啦，即系角色定位就肯定系唔一样啦。因为你睇到佢个组队技能系属性土属性伤害啊，咁所以就佢应该要比较专门少少加入去土队里边先至，即系应该又系攞嚟打啲属性塔咯。我谂始终未见到真正嘅用法啊，或者佢OP 嘅地方，可能唔属于一只 OP 嘅角色，只不过因为佢真系角色好靓啊，出于爱嘅关系咧，我决定为咗佢抌石，倒石落去。咁佢个一般攻击有呢个近距离射击啦，咁优先攻击呢个远程骑士同埋远方敌人，咁啊好好啦。点解啊？因为咧最近喺呢个竞技场里边嗰啲组队通常都系两啲近距离嘅坦啦，拉住晒你啲攻击之后咧，后边嘅远程角色咧都可以好顺畅咁输出啦。咁你基本上冇方法打到佢哋，除非用一啲可以突入嘅一个角色，好似之前嗰只光属性嗰只骑住电单车个角色咁样啦。唔记得咗叫咩名字，咁啊做一个冲锋嘅，冲锋呢个我谂佢应该系本住佢自己系一只鹿嘅定位。所以他会懂得用直觉去撞人，是不是？这个很有趣，我觉得。那个连锁技能是掉一粒很巨型的礼物盒过去，大家在他那个画面里面都可以看得到，他会突然掉一个很巨型的礼物盒，很有趣，我觉得。这里看到他拿着六枪，很型的样去扫射，就是这下，很有趣。系啦，咁讲咗咁多啦，唔好再抌时间啦，直接开抽啦，我哋吓第一个十抽嚟试一试先。咁咧，其实中间我已经储咗好多石噶啦，咁因为就系一直谂住等下之后有啲新嘅好想要嘅角色嘅时候，就点都会抽中佢。Sorry， 其实中间我唔小心偷抽咗两下嘅，咁啊，但系都系乜都冇啦，咁。好，第二下十抽啊！希望今次会好翻少少啦。之前咁耐都冇抽嘢啦，又冇中啦，俾我中下百合都好啊，写个八字先。佢想唔到自己，系佢唔可以松手。百合，百合，百合，系啦啩？即系吓，话晒都圣诞节啦，系咪先？一齐望下啦。即系见佢出得咁快咧。就肯定知唔好嘢啊，唔紧要啦。虽然中过，但系都你见到个英雄水晶都有50粒啊，咁啊呢度 skip 咗佢啦，喊出嚟。好，咁啊，抽中咗一个新嘅两星角色啊，系啊，上一个更新同黑魔法师已经一齐出咗噶啦，只不过嗰阵时我真系完全冇抽过，所以就连呢个角色都未入手，咁啊而家好好啦，入到收到佢啦吓，佢系玩暴击率嘅 ，OK。咁啊，继续啦，第三下嘅十抽，
唔知大家几抽中咧？我喺即系啲论坛里边咧，都见到大家咧系咁晒啲好好欧洲嘅图啊，咩十抽中啊咁。嗱呢下咧最尾嗰下就系八盒啊，咁啊希望佢会俾我中啦。你睇前面嗰啲全部都系六盒嚟嘅，想点先而家？你攞得个一粒英雄水晶，撕死啊！而家吓 ，OK 嚟啦，我哋一齐望一望，究竟会系点咧？都系转得咁快，咩事大佬？OK， 其实我就唔系太想要英雄水晶，我想要个角色嘅啫，好冇？咁啊，冇计，佢系唔出就系咁，咁啊，唯有继续啦。我想讲个圣诞快乐都讲唔到，啊，真系你晒铺嘅真系。好咁啊，第四下十抽，哎呀，俾只鹿都好啊，只鹿出嚟先，只鹿出嚟先，咁简单啲，算啦，我唔知玩乜啦。啊！是乜都冇噶，都是一个白盒都冇啊！你睇呢度，净系一个金箱系有呢个八粒水晶嘅，其他都系一粒水晶嘅，所以就真系好好衰啊！对我，而家第几下？第五下啦，应该第五下啦。我想要个大姐姐啫，第五下啦，五下啦，哇！真系冇啊，咩事啊？唔系咁衰啊嘛，对我 ，OK。究竟是不是我去了另一个铺里面抽呢？你看我那些里程券，不过这些是我之前一直累积回来的，所以都即是没有的话都可以换，但是我不想就这样换了角色，如果抽中也好，麻烦唉，不理了，我想都是倒晒下去的，对，抽中为止，中中啊中，即明明抽了两下白盒的了，但是呢都可以吓咁衰咁样，全部都俾重复喎。呢下真系唔系太接受得到，有少少嬲添。唔得，一定要抽中为止。都唔好讲得咁大口气。好咁啊，第六下啦，第六下啦，即系六十抽咯，六十抽即系几多先？万哇，即系呢度都已经差唔多成万达石宝咯。好咁啊，继续。继续啦，圣诞老人仲 keep 住起佢只鹿系咪？所以唔俾我系咪？究竟发生咩事咧？即系虽然讲到佢好似唔好劲咁样啫，但我都好想要佢噶嘛。即系唔好咁样对我啊！等先，跳一跳出去先，缓缓个环境先，望一望多次佢个样先。想要个小帮手啫，吓、啊？嚟啊，唔该。给我中好冇？嚟抽 ，please 中，唔该，俾个八盒我，好开，哇！呢下简直系，简直系，我冇嘢讲啦，我冇嘢讲啦，法官大人，发生咩事而家？一个金盒，即系而家唔俾就唔俾啦，系咪？仲有几多下？仲有几多下？望下先，六九千石，哇！咁难中嘅咩？点解我睇啲人话一抽就中，之后又一抽中武器噶？咩事嚟噶？哇！八盒嚟啦，好嚟唔该，俾我啦唔该，嗱嚟啦，我想要大姐姐唔该，慢慢出嚟，哎啱啦，我想要大姐姐，要大姐姐。哇！有冇佢嘅剪影先？有冇佢嘅剪影啊？吓、啊，好似哦，咩事嚟噶？我想要雷鬼，佢就俾个男角色我，唔紧要，我冇抽中咗一个新角色，我都开心嘅，开心。啊、都要在这里祝大家，虽然迟了但都圣诞快乐、啊、最重要就是还有这个新年都要快乐，因为就快了、啊、好衰、啊、希望大家看完我这个之后大家是可以一抽入魂、啊、一下就中啦、啊、不要像我这样、啊、唉万年都是了，躲下去了，麻烦是不是次次都要最后尾的，你看给我来个海底捞鱼，海底捞月，
一次啫，拉屎一抽啫，啊！可恶啊！哎呀，算啦算啦，呀又冇冇啦吓。虽然呢、這个大姐姐真系好靓，讲多下先。唉，算啦算啦，咁狂野大姐姐。真系唔系我嘅，唉，佢个圣诞礼物都唔会派到喺我度噶啦，呢样真系灰，唔中都冇计，唉，诶，话说大家唔知有冇睇到更新咗之后咧，系可以喺个工会里边咧要求翻啲进化石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度吓，即系我谂试咗试啦，可能对方。回应你的俾咗进化石你的时候咧，佢可以攞到英雄水晶都唔定，咁都几好嘅。大家交换下啲唔同嘅需要系咪先？咁仲有就系佢更新咗之后，某一啲角色嘅能力值都变咗，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再去望多一次图鉴啦，里边咧都会有写翻，即系可能大家有啲角色个能力值变化，好似拉碧斯咁样样啦，佢嗰、那个。能力咧移動速度咧會再多 10% 添啊，變咗 30%。你睇下移速同攻擊都變咗 30%。係啦，因為我喺即係佢嘅官方網站個 page 啊 ，Facebook page 嗰度睇嘅。咁有啲角色應該都變勁咗，好似連佢都變勁咗。係咯，佢嘅能力好似由 15% 嘅回復生命變咗 20%。呢啲都令到一啲舊友可能俾我哋放棄嘅一啲角色咧。有得重新再翻翻嚟，即系前线嗰边，即系俾人用咁样。咁所以佢做呢啲角色平衡都做得唔错，我觉得始终都系一个有心做游戏嘅一个公司啦。我认为咁唔错嘅，大家继续玩落去啦。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真系可以一抽入魂，抽中呢只圣诞嘅微鹿啦。唉，可惜啊，抽唔中就抽唔中。希望大家抽中啦吓，咁啊可怜下我，咁啊订阅我啦，like 我啦，同埋记得将我呢件咁惨，亦都俾翻个反面教材，大家祝福大家一抽入魂嘅一段片俾你嘅朋友知道啦吓。好，咁啊我系思锋啊，咁啊今日条片嚟到呢度，希望下次再见，拜拜。